漂亮不？这是苍溪的九龙山，半原始森林。据说这地方有野猪，上次我吃的那个八月瓜就是这山上的。跟我走。这不叫航拍。这是个度假。度假村，这是茶树啊，这是山茶花，我还以为茶叶的茶。山茶花就是段誉嘛，王语嫣他妈抓着谁都是种到这底下当肥料的嘛。山茶花的花骨朵，看这几月，哎，这种它才活呢。发现个毒蘑菇，这尊漂亮，那尊就是这野生沙棘吗？沙棘，以前喝过那个沙棘汁。发现一个蜂窝，你别把蜂子弄下来了，前两天才蜂子咬死人。说是枇杷是一棵，那个枇杷苗，还有松果。赛啥比？哦，结了这么大的果。